这边是侧面的，侧面的一个门，可以到院子里。那这边有一些栏杆，欧式的栏杆。前院有一个小的空间，雕像、椅子，还有一些 landscaping。那旁边是 garage。侧边有一个 RV 的 parking。这是它的 garage 里面有一点点乱。房子的上面。OK，我现在要进去房子里面拍一下。